今天呢，比赛结束了，好久没有跑 GT 四的比赛了。然后在平潭的街道赛前去开完开这台比赛，其实我觉得我的传统强项，比如在一些racecraft 一些斗车啊、起步啊上面，我觉得还是 OK 的。起步之后，按照自己的预想，有可能会进入这个 GTC 的这个集团，超过了一台 GTC 的赛车了之后 ，GTC 和后面的 GT 四会有一些争斗，或者说一些位置上的一些交集，那么就会让我创造出一个安全的空间。这个起步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。但是到了中段的时候，其实会遇到一些小的一些干扰啊，比如说黄旗啊、有车掉头啊，还有一些赛道的异物啊等等。所以其实前几圈没有在新胎的时候把自己所有的节奏拉得特别满，我觉得这一块是需要我去改进的。我觉得毕竟也拿了新胎，应该在前面把这个圈速往前再试一试。然后其实跑到中后段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赛道的状态会越来越好，然后整台车的状态我觉得调教是挺不错的，越到后面跑的圈速越稳定又快。然后其实这几圈的驾驶感觉来得很快，过得很快，很快我就已经这一棒就结束了。所以刚开始要这个圈速越来越快，可能这个可以要进五六的时候就回来了，所以觉得稍微有点不甘心，没有能够在圈速上把这个能力能够展现出来啊。当然结果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我在进站之前有了这个18秒的这样的一个优势。但是我们进站的时候，虽然也77秒的停车时间很长，但是依然还是有一点小插曲啊，是需要去复盘的，能够让我们明天再次不是登上领奖台，而再次拿冠军。所以还是有工作要去做的。明天第一进站，第二把自己逼得再狠一点啊，然后希望明天可以感觉更好一点。今天虽然拿了冠军，但是感觉差了点意思啊，明天希望能够有这种夺冠的感觉。